天你不开呢，叫你半天你不开呢，乌漆麻黑的，这么好的十三点啊，让玉清看见，玉清姐看见又心动死了，是不是啊，莫哥？莫哥发财了啊！那、啊、稳住一个呢，这个送了啊，送了，全是真言。从小不知道啊，稳住呢，香玉子来烧我啊，这颗大西地还不烧你、啊，这颗大西地还不烧你啊，萝卜。这颗粉珠呢，被打了一顿啊，从小被打了，从小生病啊，被打了好多针，还要香玉子，过分了啊！又是一个，尤其我只在乎你。在的宝宝关注点起来啊！啊，茶金色的，茶金色一颗呢，漂亮。再泡澡泡一会儿啊。拿、啊、这个什么颜色？苹果肌，苹果肌这个。哎，苹果肌吗？怪色啊，10.6啊！我得先把电脑弄好，稍稍等一下啊。这个电脑不在的话啊，有点尴尬啊。等一下，莫哥。小南，电脑里弄弄好好。小南，来个13的。哎呢，金色呢。这颗点位也可以啊，10.8啊，是啊，萝卜怎么样？品质是不是很好？啊，这颗送了啊，香芋。来个大白萝卜，我想开个大白萝卜出来。我想开个大白萝卜，小蛋，电脑里弄弄好好。打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，萝卜啊，给他脱衣服啊，给他脱衣服啊，看见没有，这个衣服扒掉就漂亮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颗的话给他扒了扒衣服呢，多少漂亮，还有点位也大的啊，拿11点啊，将近拖完13点吧，11点啊，11点啊，梅子录进了直播间啊，拿茶金色一颗呢。哇，这颗的话啊，要怎么做呢？看看啊，
这颗送了吧，送了吧啊。啊，大溪地呢，老板呢？破绿的大溪地呢？这才是大溪地啊！有没有心动，萝卜？大溪地。欢迎田大二一进入直播间啊！有没有心动大溪地啊？透绿的啊！拿十点按呢，十点按呢，透绿的大溪地。这墨哥的小溪地，大溪地啊，大溪地啊。两颗极品啊，两颗极品了，啊。这颗可以做啊，可以做啊，这颗就不重开了啊，可以做啊。这颗就不重开了啊，莫哥啊。那后面是这样，后面有点这样，要做个镶嵌啊，要做个镶嵌啊，有面啊，有面啊。开完了，某哥。某哥，你的开完了哦。怎么不说话，某哥？零二进入直播间啊！莫哥，在吗？莫哥，不说话呀。